老师不要吵。哎，你帮我照相啊。我负责照相。都是生活团的，好，高一高都是生活团的，好，接下来我们就要把这个时间交给这个现在的团长。有一个请假，现在正在点名。有一个请假吗？嗯，有一个请假。有一个请假，是谁？谁请假？谁请假？哎，你要讲一次。哦，好。可是这样，这个红点。还是。哎，中间有的时候可以有些暂停。暂停按哪里？我没有看到精彩画面。到了呢，对，太慢了、啊。等他们来的时候，你在门口，相机给我啦。你在门口看他。雪弟，你们。高一啊，就准备跳舞啊，啊，可是那个跳舞有点好笑，就很好笑、啊，就动作很好笑，啊，所以呢，我们就要跳给你看。好，我们欢迎这个高一的女生来这个跳个好笑的舞。好，所以你们看这舞有多好笑。好，掌声鼓励一下。然后我们要跟你分享一些校园发生的一些。班挤满了很多人，连高二的学长都把加油棒拿出来加油。真是太嗨了！到时候运动会，他们的校长也会来我们学校参观的。在今年呢、啊，原本不一样，就是防震演习。之前防震演习，我们都用走的就好，现在还要跑的，还要读书包，然后我听。就是让我们跟华盛就是学生有机会接触。就一开始的时候，我们就是很紧张，可是因为最后就是有混在一起有玩，就玩一些很好玩游戏，就觉得他们其实是一群很天真的。还蛮容易就是相处的，就是小朋友，只是他们可能个头大了一点，就是然后玩球就是他们投进去也很开心啊，就是就有跟他们相处过一段很短的时间，就是可以就是很开心跟他相处过。就是我们一开始在跟他们相处的时候，因为就是分成他们刚来的时候大家围在一起。
两团不知道怎么接触，就还好有那边的老师就是帮忙拉人过来，然后就是我们大家才就是能和乐融融在一起。然后就是虽然中间他们也有一点点就是不配合的地方，就是可能他们会怕还是怎样，就是不敢加入我们。对，可是就是后来就是当大家玩开的时候，就真的很好玩。就是我们最后还有就是大家围成一个圈在跳兔子舞，对，然后就是整个很开心的感觉。道圣，他是，就是经营之道。那这本书重点就是在写第一组，对不起，要唱歌给观众听，很精彩哦。欢迎他们。后面的可以上前一点，嘿，上前一点。想给你爱的鼓励，在你需要的时候加油打气。 Baby 想给你爱的鼓励，彩虹别放弃。太阳出现了，还有一点点时间哈，那边还有吗？那个张平那边。我们最后希望那个雅贤能够带我们做一个简单的祈祷。